简单来说就是合约恋爱，你就把这想成是贝塔版恋爱。我不要。这件事关系到一条人命，如果你拒绝我，我说不定真的会死。不会吧，死前非完成不可的愿望之类的，为什么选上我？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阳气跟阴气执行神圣的繁殖行为。所以呢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提饭店集团好运罗曼史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。